这个清香是无惧黑暗的，哦，来这样讲，
茉莉也好，红花也好，也讲诶，人家黑白也好，因为亚洲法都在我们心里面会很勇敢，而且经常在开着。那我们未来总统蔡英文蔡总统呵呵真的很怎样？好来重新，OK， 好，听进去。